係唔會辭職嘅。我不會辭職的，他很強調，我不會辭職的。普選嘅工作，我願意同大家一齊。我願意和大家一起。香港過去一直以嚟，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。嘅選舉制度咧，跟選舉委員會為了選舉制度一起推進。喺選舉嗰日，人哋能夠去到投票站，希望在選舉那一天，人人都可以到票站去選出，能夠做呢個工作，進行選舉的工作。